平，我听佩儿他们说，你要离开新加坡，是不是？阿平，你让我静一静好吗？你还是专心照顾静文吧。你站在原地别动，我马上来找你。你找不到我的，阿平，我们就把过去当成一段美丽的回忆吧。我已经来到你面前，你为什么还说不可能？芷墨，我承认是我的错，我害你吃了那么多苦，我太愚蠢了。把汉伟在法庭上攻击你的时候，我才了解是我的错。我不要做好人了，我要一辈子跟你在一起，你明白吗？原谅我。芷墨，你不是说过很爱我的吗？那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事。说过的话是不可以否认的。我现在向你表白我的心意，是我亏欠了你，真的。芷墨，你听我解释啊！请你不要跟着我。我现在追求你，不跟在你后面，跟在谁的后面？